那我大家阿妈阿咪看到8月1日，那他说到一餐英文阿都努伊，但有可能的师傅，难度较困难的，巴姆里木嘎苏木阿拉可能的伊那诺言，阿都努伊马上挨乌鲁巴布朗可能的伊那诺言，一定难的困难安个嘛伊，哦乌鲁巴达干个的个那原住民族法律服务中心个嘛，木里巴达塞阿米拉伊，阿咪乌鲁巴达干个的个那原住民族法律服务中心伊，阿达玛尼卡杜个的个那法服基金会伊，看到26日巴达。卡里个那巴达达亚山，马上挨伊的那加卡鲁那尼，卡鲁卡里个那，木克族个那伊个那瑞阿布兰尼，乌鲁格米萨米卡里个那加卡鲁那啥。多丁招招呼，可能他伊那那样，那个都卡里卡连可以巴拉奥伊，哦，多把这个那个的个那台湾地图伊的马卡拉乌，噶么问那他伊那那样伊，伊的那拉格样嘛他伊，可没啥咪卡里卡连可以巴拉奥马西卡西啦，哦，那原住民族法律服务中心的古巴南加都那个的个那东华大学，可能多大西安个的美伦噶么哒，按2021加都可能106年12月1日，我说可没啥咪啦。可能都加加入难，伊的那法服基金会，加入可能7月16日以巴勒登巴扎杜加的可能记者会。这个中心成立在花莲的话，全花莲的原住民朋友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呐、啊。之前我们因为原住民缺乏这个法律的程序问题都不了解，自从有台东的法服律师来帮忙我们以后，我们都非常的很幸运呐、啊。那大说到一参与我你，该多看那105年的8月1日，代表可能的师傅，木卡苏木阿拉难度巴木里安度加关难，哦木卡苏木阿拉可能的伊那诺言，马是挨着乌鲁巴达干个地个难打，新格山达伊的难打加关难，那原住民族法律服务中心，哦那法服基金会巴吉里本，阿米巴里巴吉，哦巴达干个地卡林可以，里古转尼马转亚加入可能的加拿大里马卡米。来伊东东来伊蒂姆卡纳加萨兹卡兰尼哦，乌鲁巴达干达马蒂哦，巴布兰卡纳达伊纳诺言。大部分的哦，这个法国的人法律专业够，但是可能对文化的敏感度有些时候还是不太够。把这样的一个议题哈、哦，再更加的收拢起来，然后专注的去想说，怎么让原民的这个文化习惯啊、哦，他们的惯习。能够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被了解、接受跟肯定，我们规划上也真的期待哈，北中南适当的地点都应该有原民的法律中心。那原民会议巴提里本加人民伊的南大啊，拉吉安加南大加拿大里哦，姆纳乌达加南大加怪南大中中兰加南大伊南诺亚尼哦，萨拉乌萨鲁的阿里马斯巴沃瓦哦，迭马加人民乌鲁巴布兰加南大伊南诺亚伊的南都肯定给的个那拉吉安加马达伊哦，迭马加人民巴拉干给的个那法律服务中心南都巴扎阿兰尼阿毛都阿萨拉乌拉那里克斯巴瓦加人加南大吉代伊的南都。订立另一定的法律条文。我们的原住民法律服务中心未来在原民的文化议题的法律案里面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之外，其实过去我们完成了3个很重要的法律的解释令。光是这个3个解释令，以前要修法要修12年，原计划通过说修不了，各部会有坚持起见，总统道歉之后有非常明显的进步。那法服基金会议马上爱伊的那服务中心这面不能把当地伊哦马主跟革命上面来伊，加入不萨巴达招拉达加加入伊萨巴哦，噶玛湾伊的那都资源伊的那都发展来伊哦，幺三噶那107年呢高的阿米亚路湾哦，那米芝巴噶那加加入噶的噶那专职律师噶玛达哦，乌拉亚米亚路湾的那的那法务人员巴布朗穆噶达丘马拉噶的噶那扎吉安伊的那达萨斯人伊的那加加。阿里代表。